哥。你好。哦。哦，这个就是它的全貌。뒤에서 떠나 이것도 아니 이거가 여기 있었으니 어 이제 가잖아 스캔도 가주지 저녁에는 등대를 이용되고 나홀 장제연 출라면 这个照片是在这里照的 哦，这个都可以买。嗯嗯，对，可以。这是整个，整个朝鲜的地图。看看吧。哎，那你给我大概说一说吧。什么？就大概说说我们朝鲜。这是英语的，英语的。英语的啊、哦，有中文的吗？有中文的。这个吧。啊、哦，我拿一本中文的。然后让小金跟我们大概说一下朝鲜，朝鲜什么样？小金呢？哦，放在地上，放在哪儿？怎么说啊？就放在这儿就行。你就大概说说什么样，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理解就行、是。我们从哪开始？我们就是从平壤开始。到开城吧，第一天去开城，开城是这边，往南边走，开城位于朝鲜半岛的那个西南部。嗯、今天我们到的地方是这里，南浦。南浦。南浦是这个平安南道的一个、那个一个城市。嗯、平安南道的特级市，南浦可以说特级是平安南道的特级市。哦，千里马。千里马，刚才我说过的千里马炼钢厂的地方。对。平安北道。就是我也说过万景台嘛，万景台、我们经过万景台，然后千里马就达到了南浦。西海水泽就是这个，这个小小的字看见吧？西海水泽、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上。对对。西海水闸，平安北道。那先听讲解吧。好的，好。讲解员，你好。사실내세감참넘치는데热烈欢迎你们来到西海水闸。그럼소위감을에대한해설을해드리겠습니다。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解一下的西海水闸的大概的内容。소위감은1981년5월부터1986년6월까지5년동안건설했습니다这西海水闸从1981年5月开动然后1986年6月竣工的저쪽이남포입니다这边是南浦市선생님들이흔적하겠으면피덜입니다这是现在我们抵达的地方就是피덜叫做피덜저기건너편은황해남도입니다对面是黄海南道的伊利郡이렇게소위가문은남포시와황해남도사이에날바다를막아서건설하였습니다这样西海水闸就从黄海南道的南浦到平安南道的南浦到黄海南道的伊利郡总长达八公里강문들을중심으로해서여기가태동강이고저쪽이자전소입니다以西海水闸为中心这边是大通江然后那边是西海朝鲜西海태동강의총길이는 450km 입니다大通江的总长达450公里자전소는하루에12시간을주기로밀물과썰물현상이두번지나되는데그때생기는불빛차가최대 7m 입니다西海水闸一天两次就有那个潮落那个涨潮和落潮的差异这时的差异大概是7米左右강문이건설되기전에는밀물대바닷물이대동강을따라서평양시교회까지올라오고나였습니다
西海建西海水灾之前，这个西海水灾涨潮和落潮的时候，这个西海水就是进入到大通江，然后甚至进入到我们平壤市的郊区。따라서태동강에는처음끼어섞였기때문에그물을콩어병수농어병수를이용하지못하였습니다所以呢，这个大通江水有流进了西海水灾的海水嘛，所以有那个盐的那个成分，不能用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灌溉用水。소위감은기본건설목적이대동강에토마는단물을조수하여그물을효과적으로이용하자는것입니다所以呢，我们建立了这个西海水闸，造成了人工蓄水厂，把那个蓄水厂的那个很多大量的大通江的水，可以利用为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관문온재의총길이는 8km 로서 20m입니다这个西海水闸的总长达8公里左右。갑실이모두세개인데황해남도조류석도1호2호3호갑실이라고부릅니다总共有三个闸室，就是有那个黄海南道那边的是一号，然后二号、三号。저기1호갑실로는2,900배들이통과합니다一号闸室那边可以通过2,000吨级的轮船。2호갑실로는5만 톤。一号闸室的是5万吨级的轮船可以通过。3호갑실로는2만 톤급의배들이통과합니다。3号闸室可以通过2万吨级的轮船。한척의배가통과하는데평균45분이걸립니다。通过一轮船的时间要用45分钟的时间。2호와3호갑실을연결한이다리가해전다리입니다这个2号闸室和3号闸室连接的那个桥就是旋转的桥旋转桥可以旋转对일상线은이렇게온재와온재를연결하여기차나자동차를통과시키고平时就是要跟那个连接这两边的那个西海水的可以用为那个铁道和那个轿车道중심을쪽으로90도회전시켜서백길을이루어줍니다通过轮船的时候就旋转可以开辟轮路船路회전다리의길이는100m总长达100米무게는1200톤입니다重达2200吨左右한번회전하는데5분이걸립니다要一次旋转的时间是5分钟左右갑질들양옆으로이렇게칸칸이박아서분수하는것은수문들인데모두수문유속계입니다这里西海水闸上面有36个闸门이수문들을장마철때모두열면초당42,000立方의대동강물이바다에빠지게됩니다就雨季的时候打开这所有的闸门的话每秒有42,000立方米的水流进那个大通江여기따로건설된5개의수문은대동강에매일종상수위를보장하는데이용됩니다这里的5个闸门利用为保障大通江的水位이앞에보시는탑이서해감은기념탑입니다那个就是西海水闸的纪念塔높이가34m입니다高达34米손목에다추정상화있는데밤에는좀들어도이용됩니다形成了毛然后夜间可以利用为灯塔미디어수련인데흉령활용도밑에훌륭했던우리서해감은오늘경량최고림도전공주의흉령활용도따라자기생활력을남중에서발휘했습니다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建立的这个西海水闸到了今天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生活力不用看那边然后那边还有很长一段我们没走我们目前的位置就是这个就从那边过我们已经就走了走了这一小段还有很多是我们没走的那边是另外一个县那边就是殷里军殷里军那里可以殷起那个殷从那边开始从那边过来殷里军到那边殷里军殷起这边我们不走对不走了先坐一下吧这边可以走铁路从朝鲜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沿着大同江游下50多公里，可以到达西海水闸。西海水闸是在南浦市和黄淮南道之间，拦住无边的大海而建设的海水闸。由几个闸室和堤坝构成的西海水闸的总长为8公里。水闸堤坝上有铁路和车道，水闸上修筑了36个水门和3间闸室。同时打开36个水门，就能一下子排出每秒42000立方米的水量，从而能够降低雨季上涨的大同江水位。其中左边5个水门经常地保证大同江的正常水位。西海水闸的1、2、3号闸室分别可以通过2000吨、5万吨、20000吨级的船舶。这些闸室具有年中4500万吨货物通过能力。闸室上设置了回转式桥，水闸上还开凿鱼群在繁殖期游来游去的回渠道。通过这条回渠道，鲻鱼、鳗鱼、花河豚等10多种鱼群在大同江和西海悠然自在地来回。在这里还建设了利用通过水门排出的水发电的低落差小型发电站，生产供应在水闸经营管理方面所需的电力。西海水闸是按照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远大的大自然改造构思而建设的，主体70年1981年5月22号，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来到大同江下游，具体了解光亮鳗水域的深度和因潮水的水流状况，指定了西海水闸的位置。担任西海水闸设计的设计家们都怀着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而建设万年大计创造物的荣誉和自豪，在很短的时间内绘制图样，立即打响了水闸建设的第一炮声。水闸建设是一项要筑堤拦住潮汐之差很大的大海而进行的巨大的艰难的工程，这里参加了几万多名朝鲜人民军军人、得力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建设者。建设西海水闸是人与大海之间的较量，且投入水闸建设的建设者们就并行推进闸室的假水坝工程和修筑土堤工程，军人建设者们奋勇当先，担负着最艰苦的重任，保卫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都要由我们包下来，这是军人建设者们的口号。祖国的繁荣富强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所发扬的坚强不屈的忘我精神建设起来。利用几
十台抽水机，一连气儿的抽水，让几亿年潜在水底的地液终于露出了自己的面貌。狂乱的大海也被人的创造力低着头让步，杂质基础在这块土地上开始扎下根了。施工方法，还把工程上的难题都给解决了。主体74年1985年9月19号，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陪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又来到了进入收尾阶段的西海水闸工程建设工地。两位伟大领袖指明了今后的工程的中心环节和科技问题，并鼓舞他们。被伟大领袖的激励和信任所鼓舞的水闸建设者们，在相当于建设整整一个城市规模的灌混凝土工程上，创造了一天灌最多21000立方米混凝土的记录，提前完成闸式建设。闸式
室和水门进入了完工阶段，一边在土地工地上展开了堵住末端水口的决战。众目睽睽，大同江终于停止了水流。建设者们用土方和砂石1000几百万立方米，钢材28万吨，水泥110万吨等许多材料，建筑了庞大的构筑物。从开工经过5年期间，完工了水闸建设。西海水闸建设的总投资额达40亿美元。为了永远传颂为建设西海水闸而献出的建设者的丰功伟绩，水闸的入口两旁建立了群标。在门柱塔旁边的献石碑传颂着两位伟大领袖英明领导水闸建设的不朽业绩和军人建设者们的丰功伟绩。P 岛上建立了西海水闸纪念塔，在毛形式的纪念塔上端设置了灯塔。这是纪念西海水闸建设雕刻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亲笔碑。西海水闸是我国人民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所换来的伟大的创造物，光荣属于水闸建设者们。金日成，1986年5月22日，主题75年，1986年6月24号，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自来临，为西海水闸竣工剪彩了。因潮汐在航行中受到影响的船舶，现在通过水闸能。